揮霍本地波。哇 ，Patrick 真係阿市長一個禮拜真係過得好快。我哋咧好似上個禮拜同大家做完節目之後咧，俾你 Amber 林呢個禮拜發生好多事。我以為係琴日做完節目，跟住發生咗374件大事咁樣。係啦，即係我哋個題目大家都見到啦，即係鑊鑊新鮮鑊鑊金咧，真係冇講錯。香港足球咧同埋本地波真係令到大家好有驚喜嘅。嗱咁啊，今日咧既然咧有啲咁多嘢講嘅，就唔淨止我哋兩個啦，我哋又揾咗個老友記上嚟咯。咁啊就係咧大家都好熟悉啦，房中維啊房啦，喂。Hello， 喂，两位好，大家好啊！大家回想翻上个礼拜咧，即系市长，我哋仲大家兴高采烈啊，终于有波睇啦，终于复赛啦，终于可以俾球迷入场啦。咁大家原本成件事好正面，好 positive， 开心咗几日咯。即系港超呢两队波啦，即系天水围飞马同埋愉园咧，就冇交呢个叫做综合保障保障协议啊，综合保险。綜合保險保障協議，哇！你好似中東呼吸綜合症咁樣咁難搞，係喎、哦，即係你聽個名就知道難。咁其實簡單啲講咧，以我理解咧，其實佢就係 GI， 即係一個叫 General Insurance， 即係一般保險，當中包括勞保。咁啊，你即係如果有聽節目嘅朋友啊，相信大部分都打工仔啦，知道你做嘢就要有勞保噶啦。基本上呢個係一個 package 嚟噶嘛，即係你等於你翻工出糧一樣，你冇買勞保就唔可以聘請你，然之後你個僱主又犯法。咁而家踢足球嗰個僱主係邊個？咪球會咯，好簡單啫嘛。好啦，咁啊發生咩事咧？就係、是、紀律小組就發現呢兩隊波咧，原來一路都冇繳交呢一個嘅叫做保費啊。我哋簡單啲講，冇交保費啦，冇交錢啦。咁於是咧就出咗個聲明，就話即時咧就停止佢哋喺未交錢之前嘅所有港超聯嘅本地賽事，直至到佢交咗錢為止。就算交錢，即係佢條文就講啦，就算交錢嘅七日之內咧，佢都冇資格去踢個比賽。冇錯啦，即係冇，就算你交咗錢，你都要 T 加七。簡單啲講，即係話你今日交咗錢，你都要喺七日後嘅比賽，你先至能夠 entitle。即係譬如星期日交錢，下個禮拜一至可以踢。冇錯啦，咁啊，咁如果你做唔到，咁啊點咧？簡單就係咧，你就違反咗呢一個條例，就叫做未能履行呢個賽程。咁就直接判輸0-3，即係話咧你送咗三分俾人。咁所以咧，大家咧睇到報道都見到，譬如好似流浪，即係嚟緊會對飛馬嘅對手都已經出咗個佢哋喺自己個 Facebook 嗰度講啦，即係話呢個係極之冇意義嘅勝仗啊！即係阿立立都講翻啲，即係大家都認，即係覺得人話，唉，即係。咁啊，都成日講人話嘅，其實咁啊，的確係嘅。即係如果作為對手嘅話，真係勝之不武。咁攞三分，對於流浪嚟講，如果佢咁講得，咁其實真係唔係好有意義嘅。咁啊，球員啊咁耐冇比賽，梗係想踢啦，係咪？你無啦送三分俾我做乜鬼啊？係咪先？流浪嗰啲又唔係爭冠軍嘅球隊。所以我哋而家呢一刻嘅最新消息咧，就係其實嚟緊呢個禮拜六日嘅兩場港超聯嘅賽事咧，即係牽涉到飛馬同埋愉園咧，都未知踢唔踢得成嘅。嗱，呢一刻嘅最新消息，照例嚟講咧，即係琴晚我哋睇波嘅時候都同市長有傾過呢樣嘢。其實照例就唔使講噶啦，只不過未出通告嘅啫，一定冇得踢噶啦。今日星期四咯，我做節目，即係後日同埋嚟緊禮拜六日兩三日後，即係唔夠佢條例所講嘅叫做七日內啦。咁啊嗱，我哋講翻咁嗰個做法係點咧？幾個小組有咁嘅判決之後，球會嘅反應係點咧？簡單啲講，兩隊咧，愉園就上訴，飛馬就找數。好簡單嘅啫，即係第二朝早咧，大家睇到報道已經，阿羅生已經同傳媒講，或者阿菲利啊，即係李輝立都喺佢嘅網誌都有提過，佢哋嘅球會第二朝早已經係喺即係喺保險公司嗰度已經係找咗條數噶啦。咁愉園咧到而家即係截止為止咧，即係而家為止都未知道究竟係幾時俾。好啦，咁即係話咧。如果有酌情權啦，我哋嚇咁就應該有機會都係飛馬啫。咁愉園禮拜六咧，我估計應該都係唔使點預佢噶啦。咁嗱，即係坊間有好多討論啦呢樣嘢，咁就有啲人就將個矛頭就指咗落足總嗰度啦，即係哇你做咩咁樣啊？即係而家球圈咧已經係好多即係負面嘅消息噶啦，又話破壞啲咩香港足球嘅風氣啊，又話搞到咧哇，即係好似原罪犯咁樣。咁啊，其實咧依家佢紀律小組咁做咧，其實好明顯就係想嚴懲啲球會，俾一個警戒佢哋啦。好簡單嘅啫嘛，即係你過往可能曾經都犯過好多次，如果我再提你，你又唔做，然後到最尾就罰啦，好簡單啫嘛。呢個係把關同埋形象嘅問題啦。如果足總唔能夠好依例執法的話，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因為以往足總俾大家嘅印象都已經係相當之差噶啦。咁但係今次如果依例嘅話，佢哋係冇做錯嘅。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話酌情嗰啲咧，因為其實如果你話以外國足球計咧，其實好多時你話上訴好啦，上訴咧就幾種情況，一咧就係俾你拖延到去可能呢個禮拜，或者如果琴日嗰場愉園對李文嘅四強可以踢得到嘅，呢啲就係上訴有機會會見到嘅結果啦。咁但係而家牽涉到財政嗰樣嘢咧，同埋因為外國足球同本地足球始終我哋唔可以相提並論啦，因為外國其實牽涉到嗰啲嘅即係條例啊，或者即係甚至有啲你見到禁藥啊，或者即係嗰啲轉會風波嗰啲事件咧，其實係甚至可以去到嗰啲咩體育仲裁法庭嗰啲再上訴咧，一路喺度拖，咁所以就嚇俾你咁拖緊嘅時候，咁你期間你咪繼續可以比賽，或者嗰個球員可以繼續上陣，諸如此類啦嚇。咁但係而家情況唔同啊嘛，即係點解足總喺呢次嘅事情上面，簡單啲嚟講，俾你上訴成功可以俾你繼續作賽咧？是啊，那個叫什麼人情，人情。如果不給呢就是道理。是的。喂，但是這樣啊，阿房，我又覺得明明黑紙白字寫著即是條例說你一定要這樣交款，我想相信足總是有提過即是兩隊波啦，說喂你快點交了、即是等於交電話費那樣而已嘛。剛才盧輝輝都說我說喂其實交電話費如果你今天到期不交呢不是立刻 cut 你的嘛。都有一個月的。可能都有月的。就算冇多七日啦，他最尾就會 send 個短信來說喂你聽日24小時不交我就 cut 你的。那現在基本上的情況即是我簡化了的情況就是這樣咯。你覺不覺即是會即是其實酌情權這件事我又覺得如果你參加這個聯賽你是職業球隊你會有人去看這個規例的嘛。冇錯，即其實咧，你問我呢件事咧，即我相信咧，其實球迷有可能喺個聚焦度有少少偏移咗咯。即大家要咧比較理性啲去睇翻件事，呢單嘢咧係唔關足總事嘅。即咧，大家要將翻個原罪擺翻去點會發生呢件事當中先，就係嗰兩個球會冇交錢啊嘛，係咪？佢冇交錢，你就鬧嗰個追訴嗰、那個，咁其實咧就唔係太合理。咁但係咧有一個切入點咧，就係啲球迷都會討論嘅，就係佢話足總冇酌情權之餘咧，亦都係講點解你喺呢個 moment 呢個切入點啦，即係點解會係愉園打咗入四強之後嗰刻或者第二日？你先至去講咧，點解唔係喺佢復賽之前已經發生呢單嘢？即係甚至乎可能上一場波最後一場嘅青衣杯分組賽，你都唔已經截停咗咧？點解即係嗰個切入點喺邊度？咁其實呢一個其實就同阿市長頭先所講個 deadline 好有關咯。咁人哋已經 deadline 再 deadline 俾你啦，通融都有個日期噶嘛。即係我哋本身就唔知道內幕，內幕點樣幾時溝通，幾時同你追啦？但係即係我個 concept 就係咁樣。但係可能佢之前踢八強或者復賽之前已經係講喂。是啦，咁會唔會球會見到又有啲 ignore 或者唔係咁緊張呢？咁其實呢個好肯定就係球會有疏忽嘅，呢、這個就絕對即係抵鬧嘅呢樣嘢。即係 deadline 嗰度，首先唔知要幾時先啦，同埋呢個條例，即係同埋唔知之前足總同兩間球會嘅溝通係點啦。不過嗱，從頭先輝輝講咗話，一個就上訴，一個就交訴，咁你好明顯見到而家。邊隊波係較處於一個水深火熱嘅狀況之中啦？明啦，即係呢啲傳聞都唔係而家發生噶啦。係啊，因為我諗印象中好似十月咁上下，十一月咁上下啦，已經即係其實遠啦，有啲即係欠薪啊，或者諸如此類嘅情況。大家都應該有聽過啦。係啊，都有聽過喺唔同渠道。咁其實你見飛馬嗰邊咧，又。只可以話佢哋近呢一兩年咧，其實就有啲處理上面咧，譬如同啲球員嘅關係啦，包括住宿嘅問題啦。因為上年我記得喺阿文迪斯啊嘛，係啦，或者就係、是、再之前，可能大家都已經遺忘咗嘅呢個西班牙外援加西亞，加西亞咯，即係處理一啲住宿或者就係合約諸如此類嘅問題。馬高斯都好似係啦，待遇問題啦，我諗你件事係啊，待遇問題各方面咧，即係球會同埋。球員之間個協調唔係做得好，加上呢次事件咧，其實都要佢哋正視一下。因為呢啲其實咧，除咗係即係完全同球會練波啊、球員比賽嗰啲冇關，呢啲係一啲行政同公關上面嘅問題，都係一個職業球隊應該兼顧嘅嘢嚟噶嘛。而我哋要求，我諗普羅球迷要求由阿羅生、羅傑成統治嘅球隊咧，喺呢方面。應該要係特別出色咁樣，應該覺得又唔好講特別出色咧，即係起碼應該合理啲，係啦，做到嘢。即係你大家睇翻成個 timeline 咧，其實即係
呢兩隊波真係抵鬧嘅。點解咧？嗱，第一睇翻我哋記得咧喺報道就訪問過即係飛馬方面，佢哋又講話因為咧而家復賽咗冇唔知幾次復賽，所以咧停得太耐咧，所以咧就喺同保險公司同足總之間個溝通有啲誤會。咁其實咧，我覺得呢樣嘢咧唔係一個理由嚟嘅。大家睇翻即係點解話講 timeline 咧？嗱，大家回想翻。今個球季咧開波咧係青英杯分組賽，咁當時咧愉園同飛馬咧呢兩隊波咧係10月24號、25號呢兩日比賽 ，OK， 即係十月就開波啦。咁如果你作為一間公司或者唔好講球會啦，係咪？你係老闆，你請翻員工翻嚟，你係咪應該喺呢一個日子嘅之前，你已經買好曬勞保啊？咁原來咧睇翻報道就話咧，其實當時咧呢一個叫做保險費咧，其實個 deadline 咧就係十月中嘅，即係話喺開波之前，其實好合理啦。好啦。跟住咧，比賽咧去到十二月初咧就煞停，當時咧就疫情再爆啊，咁啊十二月中就十月初就停咗啦，停到而家二月幾咯，咁大家數翻，即係由十月尾去到而家二月尾，差唔多四個月有多啦。咁然之後你先至話我唔知停賽幾耐冇交，咁即係話其實啦，如果你要追究翻喺過去嗰十月去到十二月嗰個幾月裏面，咁你啲比賽都冇買到保險嘅，啲球員受咗傷，咁點算咧？即係其實呢樣嘢完全係講唔通嘅。即係呢件事咧，係應該抵鬧嘅。阿輝輝講呢個 point 咧，其實可以楞到去其他兩個方面、兩個範疇去討論。其中一個就係轉播權，另一個咧就係贊助商。即係其實喺更加成熟啲嘅足球體系入邊咧，保險呢次事件嘅其中一個焦點啦。另一個即係譬如轉播權，咁當然啦，香港轉播權呢樣未係話發展得好成熟，同埋即係大家都知道冇外國波咁複雜啦。但系仲有贊助商，咁就係喺呢幾個單位喺球賽暫停緊嘅時候，正正就係遇上同一個問題。喂，轉播商就可以話：喂，點搞啊？即係之前咧，大家可能睇呢啲外國波嘅新聞咧，就會見到，喂，明明即係簽咗當簽到去季尾啦，咁但係你即係呢兩個月都冇波喎，唔通我哋仲要交全費咩？咁樣咁贊助商亦都係喎。喂，如果球會嘅贊助商見到，喂，冇踢。兩個月喎、我賺咗嗰筆錢，我要收返啲先咁樣。好啦，保費嗰度又係啊，你保費呢度停咗，咁幾時又開始再一個 starting point 呢咁樣。咁所以呢啲嘢呢，我就唔知係咪因為棘鬼住咗。即係大家有睇到而家嘅即係最新咩財政預算案嗰啲都見到啦，嚟緊嗰啲車啊，即係講緊揸車嘅朋友就喺度個個都講緊 DLLM 呢樣嘢啦，即係加呢個排保嘛，係咪？即係個排費啊嘛。咁排費係咪一年俾啊？你可唔可以話我停咗排兩個月之後，你要我減翻兩個月？咁唔關事嘅呢樣嘢。即係你而家係一個 annually， 即係一個年度嘅。嘅一個嘅保障，其實你買保險都係一樣，你唔會因為我冇比賽嗰段時間，你咪喺嗰時候唔買咯。但係你唔可以開始咗中間就話我冇踢過或者停咗，你要減翻冇可能嘅事。咁所以球會你遲啲咗交嘅話咧，其實嗰個保費點計我哋唔知啦。咁但係你作為一個僱主係應該要喺之前未開始，即係簡單，你要喺你開張之前攞個商業登記一樣啫嘛。你可唔可以做咗幾個月之後，人哋 challenge 你先話我唔記得交，我唔記得攞商業登記，唔可以咯？咁其實成件事咧，無論點講都好啊，即係希望大家將嗰個責任擺翻落球會度，即係球會就一定係錯噶啦。咁但係足總咧，而家就斟酌緊，究竟佢俾唔俾酌情權？嗱，我哋咧就睇到早兩日咧零一嘅報道咧，其實都出咗篇嘢，都講得幾好啊。即係話，究竟而家你想足總係要有好有規則、好有規矩啊，定係俾酌情權？其實呢樣嘢咧係幾難掌握嘅。即係當其中一樣佢講到咧，就係話。当冇事冇干嘅时候，即系大家风平浪静嘅时候，你就要话哇，点解突然间咧足总又话呢个降班又可以唔使降，咁啊真系冇规冇矩啦！你即系连一个基本嘅制度都冇，好多人批评噶，讲咗好多年啦，系咪？然之后你就话足总咧就即系咧叫做咧朝令夕改，中意就改条例，即系基本上都又搬龙门。咁好啦，但系去到而家有是非黑白嘅情况出现嘅时候，你就怪足总唔俾酌情权。咁我觉得你自己都搬龙门。啱唔啱即系你作为去批评佢嗰个，其实系咪亦都系你把尺系你都移咗位咧？系咪咁咧？即系咁咯。其实我谂无论系足总又好，球迷又好啦，一个惨况就系冇人想见到而家呢场四强，即系精英杯四强，李文对愉园呢场波踢唔成，大家都好想场波踢得成。咁但系喺把关上面，即系或者我哋再讲得远少少啦，可能嗱呢一刻真系大家唔知愉园系咩情况嘅，有机会愉园可能呢个球季佢哋未必可以。履行埋餘下落嚟嘅賽事都說不定嘅，
咁足總你又好想見到突然間又變咗單丁對數咩？或者突然間踢踢下冇咗隊波咩？大家都唔想，咁但係唔想還唔想，咪就好似即係等於你頭先講阿輝輝，你頭先講話降班你可以又挽留咁樣嘅情況一樣啫嘛。咁咪因為你冇人想嘛降班，即係因為其他隊可能冇呢個 support 啦，或者 financially 即係經濟上嘅 support， 可能夾咗唔夠錢，佢自己都可以話唔升上嚟。不過我又講個 point 就係話，譬如愉園，好似你咁 touch wood 講，如果佢餘下嘅比賽踢唔到散班，咁其實個保險費佢又冇交，咁點咧？誰去救這班球員？即是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講 公平嘛，即是你繼續踢，那你沒有保險，那跟你比賽的球隊都不公平的，你對有交到費的球會也都不公平。其實對你們都不公平的，如果愉園可以再踢回，即是我個人的意見，即是沒有理由，因為你沒有 follow the rules， 跟著我有交，我要踢，我還要跟你再踢回。是，所以其实而家佢所谓嘅犯规都系叫未能履行呢一个嘅赛程啊嘛，咁所以其实你系唔系因为我罚你，你踢唔到你就冇事嘅，因为你自己未能履行呢个赛程，所以佢先至判你输3-0。咁点解你留意阿贝山冇出嚟讲个嘢咧？因为贝山咧，其实佢除咗系足总主席以外咧，佢亦都系愉园嘅会长，系有少少身份重叠，其实佢就唔方便代表足总去出嚟讲嘢嘅。咁但系成件事里边，当然咧，大家冇人想发生呢啲嘢。咁但系既然咧而家已经出现咗啦，我又问下嘉宾阿房，你自己觉得足总喺呢单嘢度应唔应该俾酌情权呢两个球会咧？我觉得就唔应该。其实我之前我都即系头先我都讲话唔应该俾酌情权嘅，因为那个。我希望見到的就是在執法和把關上面，同埋今次都好關鍵，因為起碼響咗個警號，就是揸翻正嚟做啦，令到往後的日子再杜絕呢些情況發生，其實都是一件好事嚟嘅。只不過咁站喺我哋調翻轉，而家我哋係企喺即係球會角度或者管理角度，但係企喺球員角度。梗係慘啦，唔使講啦。我哋都同球員傾過偈啦，即係可能我哋都即係各自有同啲球員係相熟嘅，即係知道，因為好痛心啊！我都同某啲愉園球員有喺事後傾過。佢可能覺得我係作為一個傳媒人啦，佢可能覺得我係攞最新消息，但其實唔係，我係真心，我係真心，我都同佢講最新消息 ，I don't care。我真的不理，因為最新消息其實亦都不是我這個範疇或者這個崗位需要做的事，但是我是關心球員，因為希望球員知道他們為了這個四強打拼，但是不能踢，隨時不能踢這場四強，隨時不能入決賽。那現在已經發生了，昨晚已經取消了，咁已經決賽已經係定咗係即係李文而家對東方啦，咁啊陣間先再講賽程。同埋球員啊，真係最慘嘅呢單嘢。球員嗰度咧，其實就即使琴晚場波踢得到，或者我當呢場波唔知點解無釐拉更可以下個禮拜踢翻啦咁樣。其實你諗下，對於球員嚟講嗰個心態咧，係啊，發生咗啦，都係唔完整，因為除咗話面臨，除咗你話即係操練上面有啲。你知啦，昨晚影響士氣啦，又取消個操練啦，跟住操練冇咁完整之下，加上對波嘅士氣，同埋仲要係講緊未解決呢啲待遇嘅問題，咁所以四強就算俾你打翻，我諗結果都唔會係好咯。系啊，所以即系无论即系大家成日都讲紧个球圈一有呢啲事发生，有啲负面消息咧，球员一定系首当其冲系最惨，因为佢哋系最被动，佢哋能够做嘅只系踢好自己嘅岗位做比赛嘅部分。咁但系其他呢啲外在嘢，佢真系控制唔到。突然间你咁辛苦，嗰场波打得咁好，赢咗南区，叫做攞到个出线权啦，即系确定到啦。跟住然之后，你而家话俾我听，因为球会有咁嘅问题而冇得踢咧，其实对于一班后生仔嚟讲，打击相当之大。有时你啲院咁多。真係叫做 up and coming 嘅球員咧，其實好需要大家鼓勵。咁我亦都希望唔好發生呢單嘢之後 turn down 咗佢哋啦。咁點都好啦，希望咧即係呢件事咧，即係叫快快去搞掂啦。因為今年咧得翻8隊，你真係搞搞下少咁一隊一隊，即係我見到啲球會已經即係有啲報道已經講緊哇，即係逐年數由之前嘅夢想，跟住嚇大埔。元朗、富力咁樣，真係唔想一隊少過一隊。咁啊，希望冇倒流啊！不要再嚟啦，真系吓咁啊！即系希望佢哋能够尽快搞掂啦。咁但系真系短期内咧，即系呢啲风气咧就唔应该再助长。咁我都想补充多最后一句咧，就系、是、
捉重在呢單嘢度咧，既然你執得正咧，以後唔該你其他嘢都繼續啦，你就唔好自己搬龍門，到時咧斬咧。呢件事你揸得正，你其他嘢松咗咧，你仍然成為其他人嘅話柄。咁啊，你繼續做到去，係執翻你應該要做嘅嘢，冇人可以話到你嘅嚇。咁啊，即係希望足總嘅方面都以呢件事嚟作為一個開始啦嚇。我有阿 Q 精神啲啦，即係一個少少嘅題外話啦。咁其實咧，以我所知，立陶宛聯賽咧係得六隊波嘅啫。係。咁佢哋都搞得成嘅。係咯。點解我知道立陶宛聯賽咧？因為以前踢傑志嘅泰迪啊，咁佢而家就即係之前係踢緊立陶宛聯賽咧，就一隊波，咁我係留意佢近況，跟住咧撳下撳到立陶宛聯賽咧，原來得六隊，咁人哋都搞到嘅咁樣，啊阿 Q 精神啲啦，係啦。好啦，咁即係足總呢單嘢就暫時講到呢度啦。咁我哋又 focus 翻個視線去翻本地賽事。咁上個禮拜咧，首先就當然就係呢個足青英杯嘅最後一場分組賽啦。咁其實四場波咧都。八隊波都已經係亮相咗，咁我哋又講一講個賽果啦，好簡單。咁你話逐場講就冇乜需要嘅啦。咁南區就0-2輸咗俾愉園啦，咁傑志就3-1贏飛馬，進鋒就1-2輸俾東方，咁李文咧就1-0小勝流浪。哦，我之前咧同阿市長都傾偈嘅時候都講，啊佢好似冇上一次復賽。嗰段時間再出翻嚟咧，嗰種嘅態咧好似好好多喎，即係甚至乎我哋見到好似唔係好覺佢停咗3個月，咁啊即係其實今次嘅停賽咧比上次係更加長，咁但係球員整體落去嗰個精神面貌啊、卧波嘅程度啊，同埋嗰個表現咧，我覺得係好過上一次喺復賽之前嘅。點解我個課題會講話即係各隊踢得好小心，都係因為咁咯。即係其實大家係咪要好小心去部署咧？因為嚟緊嘅賽程咧非常非常之密嘅。好嗱，我特別想講下啦，即係大家見到嗰幾日嘅比賽就係小西灣旺角、小西灣旺角。咁啊，我咧嗰日做咗一日黐線佬啦，咁啊試過喺一日裏邊咧就3:07咁啊完咗小西灣咧就去旺角。咁我發覺咧原來咧呢件事咧你係要。星期六日假期咧係做到嘅，係啊，咁啊，即係你話1-5塞車，我唔敢講。咁但係嗰日咧，頭場我睇完之後咧，應該我上巴士嘅時候咧，應該就係大概係5:15到，即係頭場踢完之後嘅十五分鐘執埋嘢啊，咁啊，可以開得名邊個巴士㗎？係啊，118，係啊，坐個118巴士。咁啊，上咗車之後咧，落到旺角咧，應該啱啱係6:01。其實我仲有成半粒鐘可以俾我慢慢行去球場。你係紅隧㗎嘛？唔係架巴士。係。佢係即係由小西灣嗰度出，咁其實飯都得。咁其實咧，即係證明咧，如果唔塞車嘅話咧，其實旺角小西灣呢兩個 port 咧，喺有4小時就係做得到嘅。咁今次咧，足總就嗰個賽程，我哋上個禮拜有提過啦。即係佢今次起碼都叫做好啲，有翻幾個鐘俾我哋走盞。咁唔似之前復賽嗰時間咧咁鬼趕。咁唔知道咧，其實我嗰日喺球場都見到有部分嘅球迷咧，都好似我咁嘅，睇完球場就趕去旺角。咁有啲啊 call 成幾個 friend 一齊夾錢啊，搭的士啊 ，call 車啊嚇。咁其實而家香港唔係好大啫，即係你有心嘅話係做得到。因为时间开始都有啲要适应一下，因为我记得复赛前又唔系咁嘅时间啦，即系你知道今次相隔，其实对于传媒朋友嚟讲都系好事啦，因为多咗一啲钟头，多咗啲时间去俾你做埋赛后访问，甚至我知道都有啲行家其实系希望做完头场留喺第一场嗰、那个比赛场地留多一阵写埋啲，因为你。其實我哋即係出嚟做嘢，我哋都知啦，唔想做嘢做到半撚坑，跟住又趕到第二度。有時你可能啲記憶突然間冇咗，或者你過一過冷河咁啊冇咗。咁其實而家對於全部朋友又係好事，對於球迷嚟講又係好事。咁但係嚟緊好似即係輝輝，你都研究過啲賽程。係啊，賽程陣間就再講啦。咁我哋講埋嗰幾隊波先啦。咁先講咧就係李文啦，我哋先講李文對流浪啦。我哋調翻轉講。嗱，咁其實咧嗰場波咧都幾悶嘅。即係咧，我有現場睇，咁叫做場波係例行公事啦，即係大家都已經知道嗰、那個，即係一隊已經定咗出線四強，一隊咧就知道自己出咗局。咁其實你喺個排陣啊、出場已經知道，其實講明青英杯啦，咁講明要出 U22，咁我哋就將呢樣嘢聚焦喺啲年青球員嗰度講啦。即係其實，譬如佢哋啲主力好多冇出，其實你講佢哋冇乜太大意思嚇。咁先講李文啦，嗱，開波第一下我就當時咧。這個新人呢劉永生啊，他受傷的位置剛剛我就在場邊看得很清楚，當時呢他是個波碌過之後呢，其實是第一個攻勢，鄧洛文在他左邊傳中的時間他是完全沒有碰過波，人家沒有撞到，是自己咬身，在咬之前呢，個波出之前他已經是有點緊緊地了，
咁到到佢跌咗落地之後咧，其實係好痛苦，好痛苦，即時就換出場。咁其實咧，見到當時咧好慘，即係喺度咧祝福啊劉永生快啲好翻啦。因為當時咧，我見到佢痛之餘咧，佢係不停用隻手係咁拍個地啊，即係除咗係好痛、好辛苦之外，都好唔抵，即係自己可能唔多機會出場啦。大家知道有咁難先有得復賽。仲可以正選，咁啊，所以就傷得好快，咁啊，好唔開心啦。咁啊，據佢社交平台講啦，同埋球會嘅即係 Facebook 講咧，就韌帶斷裂啦，咁所以就都要休養一段時間。咁琴日我都睇佢嘅 IG 咧，見到佢叫 Day One 嘅 Recovery 啦，希望佢快啲翻，因為佢喺利民嘅角色都重要嘅。咁除咗話精英杯嘅。嘅一個功臣之一咧，曉明 Sir 都幾中意佢嘅喎。係啊，因為佢勝在夠多面啦，即係夠全面啦，兩邊閘位又踢得，跟住咧，其實佢以往喺海景中堅佢都試過升任嘅。當然啦，三中堅嘅其中一個中堅會係側中堅嗰個位咧，會比較啱發揮啲。咁但係好慘啊，因為慘就慘在係睇住佢喺防啊鄧樂文落底傳中波之前咧，已經係夾緊，即係佢係一攤嗰下咧，一抹嗰下咧，已經係拉到。咁但係拉到咁。其實作為球員咧，佢都知意識到，因為仲未歐西啊嘛，係啦，意識到嗰下做埋個防守，頂埋住，頂埋嗰個攻勢先，即係頂埋對方嘅攻勢先咁樣。咁但係最後嗰個波就冇入到，咁啊出咗界之後咧，咁佢先倒地，所以咁啊即係撞甚痛苦咁樣咯。即係我同你到賽後都有一齊訪問啊，曉明祥嘅時候都見到佢都講啦，即係嗰一日咧喺同嗰個後防線咧有幾次嘅調動，換咗咁多次人，其實都係逼不得已，就因為劉永生受傷，咁喺個後防嗰個調動嗰度都有少少打亂咗啦，叫做我都覺得咁當然啦，呢場波大家後生仔嚟講，當然大家就會聚焦咗落去呢場波嘅 Man of the Match 啦，即係六號仔啊，黃俊豪係嘛？係黃浩俊，黃浩俊係黃浩俊度啦。咁黃俊豪後備入替啊？係啦，咁啊，黃浩俊係啦，係黃浩俊咧。咁其實當然啦，入波尼迪利嗰個嘅頭槌，咁佢又功不可沒啦。咁但係我哋特別都要講下咧，當時咧 mark 住佢嘅呢一個六號仔陳力恆咧，咁其實咧佢係完全冇一個好似 mark 住佢嘅動作。咁其實咧你會見到咧，當時個波咧出嘅時候咧係冇乜假針啦，亦都冇乜插花冇食，佢就係一嘢就出啊點？但係咧嗰個對手咧 mark 住佢嗰個咧又好似，咦哦你出波啦，哦咁我睇住你出啦，跟住咧就出得咁鬼靚，個波咧就擺落尼迪利個頭嗰度就入咗全場唯一入球。我在另一個節目就有講咧，就首先陳力恆咧本身佢係今季第一次喺精英杯打正選啦，之前有出過啊。其實佢最佳位置係打咩？都係左邊，不過可能左中場。係，不過即係點講都好啦。咁始終都係第一次正選上陣，同埋俾我感覺就係佢嗰下即係講緊 body position 啊，防守嘅 body position 咧，有少少唔正確，即係因為通常。剛才輝輝你都講咗啦，冇乜架身一仰落去咧，咁佢嗰下咧就比較正面啲去對住阿黃浩俊啊。如果佢係側側地身嘅話咧，我懷疑佢回追嗰下嘅速率可以 match 翻黃浩俊。咁但係當然要讚黃浩俊嘅就係咧，左右腳都可以開工，因為本身佢應該係左腳仔嚟嘅。咁但係佢仰落底線，右腳嗰個綜合能力咧，傳中波嗰下落點咧，恰到好處。呢下咧唔易做到噶，因為。對於一個年輕球員，我成日都好睇重佢嗰個左右腳嗰個能力咧。咁呢下佢的確係，即係話起碼呢下有個 example， 以後話會俾人知。哦，原來呢位年輕人左右腳都可以開工啊！所以唔好話咩淨係 mark 左腳啊，係啊，咁啊，所以就呢個波就出得好靚，就擺落去啊，尼迪利個頭都入波啦。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咧，除咗佢之外咧，咁呢場波其中一個焦點就係傑仔啦，徐宏傑啦，即係相隔咗好長時間，十幾個月啊！即係啲行家叫做黑仔傑啊，即係咧，即係基本上你諗下，即係你去邊隊嗰隊就冇得出場咁。加埋佢膚色可能比較係啦，咁啊，所以就。咁都開心嘅，見到傑仔都終於可以落返場。咁呢場波佢出任左閘啦。咁上半場呢佢就對住對面呢即係流浪嘅比如要上嚟助攻有君怡啦。君怡有時都喺右邊度 overlap 上嚟助攻。咁下半場佢主要就對住鄧樂文。咁其實都相當之稱職。咁亦都同流浪嗰個攻勢好疲弱都好有關係啦。咁其實點解我話好悶呢開始嘅時候因為呢場波的確係嗰個攻門係少。咁就算 even 對返轉李文呢佢
全場嘅唯一入球之外，其實其他有威脅嘅攻勢真係15隻手指數得曬嘅。咁啊，所以咧就所以同大家講咧，即係呢一個陣容上咧，我好奇怪啊，點解賽後冇人問阿曉明 Sir 嗰啲人腳嘅變動咧？咁大家見到即係報道都講啦，據聞就應該會簽個新嘅外援過嚟啦。咁啊我聽阿譚博士講咧，就應該有機會係即係佢哋陣中嘅其中一個嘅前鋒咧，都即將都會離隊嘅啦。咁啊應該就一個換一個啦。因為之前我哋上次傾過，佢哋應該。即係如果再簽多個人冇位噶啦嘛，係啊，我記得即係同你兩位都交流過啦，因為講緊話而家最似咧，其實係尼迪利嘅，因為今場入波嗰個係啊，係啦、啊，因為法國佬，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前面其實就之前揾咗金城龍翻嚟啦，咁基華尼頓其實今場佢唔喺後備席咧，就唔係輸錯，係停賽，因為賽後我記得皇家都有問過嘅，但係即係以為基華尼頓係咪？啊！唔係傷，唔係傷，唔係傷，或者停賽係停賽嘅。咁、但係因為你話論進攻上面嗰個踢法咧，咁其實阿哥斯達喺陣中就真係好重要啦，因為派牌啦，咁啊中前場穿針引線嗰個啦。咁啊基華尼頓就係比較善於喺邊路突破嘅外援球員啦。咁亦都一隊波喺本地球圈嚟講都好需要呢一類型嘅球員啦。咁反而尼迪利同金城龍個位可能正前鋒啊，即係如果再簽多個。新的外援是正前锋的话呢，相信就应该是掹起其中一个的前锋球员。冇理由签了金城龙回来跟住转头要金城龙。所以就摆到明打下周赛就不会不要他了。啊、你说位置重叠就应该就是你所讲的这位啦。再加上尼迪利亦都是几个外援球员之中比较年纪大的那个。所以呢就李文的表现我就觉得第一场波落场来讲就叫中规中矩啦，即是因为都是打得好小心好稳阵。咁大家赛后都听到显明常都有讲，即是比赛来计你始终嚟緊呢不是漫长是开快车。即係你短短幾個月裏面追翻之前冇咗個三個月咧，其實嗰個輪換好重要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佢哋好早段咧領先咗之後，其實打得好小心咁啊，所以咧你話見唔到真章㗎啦，呢場波就唔使講啦。流浪方面咧特別要提啦，就係、是、你特別留意嘅阿李思宏啦，即係我哋喺賽我哋喺球場都不斷去討論，喂究竟阿思宏踢咩位嘅咧？即係好有趣嘅流浪咧，佢好中意將一個球員咧擺喺唔同嘅位置去嘗試。咁啊，我谂到而家咧，暂时咧应该都未揾到阿李思宏嗰个最佳位置，所以佢先系不停咁试。你问我咧，我拗晒头嘅，因为以前喺元朗咧，佢嘅定位就应该进攻球员啦。但系今年咧，我见过佢好似冇成条中轴线都踢过嘅，中间打过，中场中打过，前锋打过，翼锋亦都打过。咁我记得有一场咧，上一场对住飞，即系之前喺复赛前有一场对住飞马咧。输二比四嗰场，咁我就问过阿赖 Sir， 问过阿赖家辉，佢话喂啊，到底啊李思宏今场摆呢个中间位置系点解？即系佢亦都解释就系话，佢喜欢即系唔同嘅球员，邓磊唔同客串下唔同其他位置啦。不过喺我角度咧，我啊觉得即系对于一支球队嚟讲，如果太多球员可以经常即系经常性喺唔同嘅比赛担任唔同嘅位置咧，系好影响大家嘅互动同埋大家嘅默契。其实同埋流浪阵中好多呢啲咁嘅球员，系啊，所以就可能都系因为后生仔多啦，咁啊，即系亦都叫做有时冇一踢咧，就俾佢打下呢个位试下，嗰个位试下，咁啊试嚟试去都未试到，你咪见到，其实唔止阿李思宏咁嘅，好几个球员咧都系咁啊，即系都数都数唔晒。嗱，咁啊，流浪咧，佢呢场波咧就因为都。好明顯係流力㗎啦，都知道出唔到線。咁其實佢都收起咗早年奴啊，又收起咗阿古斯圖，咁所以其實都冇咩好評。咁啊，法蘭道咧就仲攞埋個紅牌啊嘛，下一場又停賽。咁到底下場波對唔對到飛馬咧？我哋而家都未知。咁啊，所以就之後再講啦。唯一有啲球員咧就叫復出啦，即係譬如我知道阿謝偉俊咧，佢係長唞有一段時間，係啊，好翻啦而家，後備落場啦。咁另外鄧樂文啦，亦都係今季第一次第一場波出，都即係見到佢哋復出都係開心嘅，因為好耐冇見，傷咗一段時間咧，所以有啲球員就趁呢段時間復賽啦，即係暫時休戰啦，咁啊養下傷。咁希望以最佳狀態即係操下，不過都要小心啲啦。我覺得即係傷過嘅球員傷嘅機會會高過其他健康嘅球員啦。我只係覺得 mentality 或者曬褲攞出嚟，心理上好咁啊。李文流浪我講到呢度啦。咁我哋又講下另一隊，即係今集嘅其中一個主角咧，即係講飛馬啦。咁飛馬咧就喺旺角場就輸咗俾傑志啦。咁啊1-3，咁啊3個波都係頭槌。咁啊。
我先讲杰志先啦。呢场波咧，即系最杀醒啊，最令我抢镜嘅，一定系安永佳啦，即系 fit 到不得了。安永佳系青鹰杯杀手，杰志就基本上咧都强阵出嚟。嗯，即系除咗冇加卫兰之外，系咁你配翻一掉三个 U 廿二啦，咁其他子俊啊、丹尼啊、阿焕、朴俊永啊嗰啲都有出嚟，其实个表现系唔差嘅成队波，比起上次复赛之后。記得傑志試過滑鐵盧俾魚丸啦，係啊係啊，打和啦。咁今次傑志逼和魚丸啊？哦係 ，sorry 啊係，我唔記得咗。咁今次其實都已經係有一個好好嘅進步啦。如果睇翻第一場嘅比賽，的確係。咁同埋踢落去見到成隊波咧，即係成應該咁講此消彼長啦，即係飛馬又踢得麻麻地，咁啊變咗成個中場咧係基本上係傑志嘅天下嚟嘅。我可以咁講，呢場波贏得好鬼輕鬆，基本上壓力係好低。即係就算你見到上半場去到尾段嘅時候，飛馬一個嘅突破啦，叫做攞住個波，咁就俾特斯華入咗個世界波。其實除咗呢個攻勢之外，基本上傑志都係睇住你嚟踢。咁下半場咧，嗰、那個形勢上亦都分別不大。咁我哋又想特別又講下飛馬啦。咁其實大家見到佢嘅陣容咧，都有啲即係都有啲擔心啊，令到大家會對呢隊波。咁其實成個比賽咧，即係由季初到而家踢咗幾場嘅啫。嗯，聯賽好似都係啱啱踢咗一彎到。咁其實你已經開始覺得佢唔夠人啦。咁喺復賽之前。走咗个主力啦，即係阿巴拿道啦。咁呢场波呢佢哋嘅正前嗰个中锋阿山道士又伤咗。咁变咗其实呢你要见到除咗达斯华之外呢后面呢淨係得阿基斯啦，即係佢哋嘅队长啦。咁下半场呢仲要阿古安奴都攞埋红牌。咁下一场波就算佢可以对到流浪呢你都可以想象到佢个阵容有几残，即係全部都系地庄本地球员。咁嗱我特别想讲下呢样嘢呢就我哋其他比赛我哋唔好专登提啦。咁就譬如我哋见到好似呢场波咁样见到之前呢愚丸同埋俊锋佢哋都系用年轻球员。但係呢睇落佢哋踢落呢好有活力，即係打落去呢都系二班后生仔。大家都系咁耐冇比赛，大家都系得咁短时间去练波，都系两个星期复操，然之后就落嚟踢啦。咁但系咧，你见到飞马呢一班嘅年轻球员咧，系冇生气嘅，即系咧打唔到嗰啲活力出嚟，就令到大家就有啲失望。有系有嘅，即系李爱轩啦，或者吴文熙啦，特别系文熙啦，我谂好多球迷都由喺大埔年代开始都好关注佢噶啦。咁啊，即系去到飞马，咁我哋睇下佢啲上阵次数、上阵机会有几多啦。咁但系而家你睇落咧，飞马其实。進攻嗰度咧，唔係好夠本錢，後備力量又唔係好夠。你諗下，我哋早一兩年都仲係睇緊一個 up and coming 嘅後生仔阿孫明，佢今年嚟到飛馬已經變咗一個進攻嘅全員喎。係，即係如果佢打唔到表現咧，飛馬其實嗰個攻勢係好疲弱。佢嗰日都係麻麻地咯。咁呢場波亦都係咯，係啊，冇錯。咁啊另外一個陳曉峰啦，咁其實之前喺元朗嘅時候都令到大家好有驚喜嘅。呢場波亦都係打得比較沉啲。咁所以其實你純粹透過我哋呢段時間講嘅説話，你都可以唔使睇場波，你都會大概 feel 到、一隊表現好啲咪贏咯。其實係優勝劣敗。所以點解三咯？我覺得個比個勢個勢係七三傑志好咯。即係點解會話傑志贏得好輕鬆？其實就係因為咁解。仲要呢場波其實應該。爭取主動嗰隊應該就係喺形勢上比較被動啲嘅飛馬嘅，呢場波要贏先可以出線嘅。不過咧，我哋就好通常都鼓勵啲球迷，或者我哋大家去評價嘅時候咧，都要俾翻啲耐性，因為畢竟都係復賽之後嘅第一場咧，所以我覺得就除咗你話球員本身嘅狀態之外咧，即係呢一樣嘢可以個看點係就保留一下，因為始終。今場飛馬好多主力又唔喺度啦，咁其實你話甚至頭先講嗰啲好多球員都係甚至今季比較少上陣嘅季初階段，咁所以又係嗰句精英杯嘅賽事，咁都係留翻喺聯賽再睇下嗰個整合能力到底係點咯，咁同埋即係始終唔想話太過喺復賽之後第一場咧太過苛求，咁即係。都系咁講啦，我哋又覺得即系我係擔心佢喺個陣容上咯。即系你見到各隊都有補強，如果你係想爭標嘅一隊波，即系其實大家喺季初嘅時候都聽過羅生講，佢哋今季係以聯賽冠軍做目標嘅。即系如果你咁講，你睇到呢一個唔係一個朝住個方向嘅一個主理啦。即系嗱，你唔夠人，你走咗個主力，咁又冇特別有補強，咁
在表現上面亦都見到班後生仔未見到活力，咁令我擔心啦呢樣嘢。咁啊，當然啦，我哋亦都仍然都投以啊加洛 Sir 信心一票嘅，希望佢都之後咧，佢係習慣咗俾驚喜啲球迷，咁希望佢之後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咁啊，拭目以待啦。係。今場即係今個禮拜嘅最重要咧，琴晚我哋三個一齊睇啦，就講傑志對東方咯喎，即係咧嗱季內咧第一場嘅叫做東傑大戰啦，即係從來咧呢兩隊波嘅對壘都係呢個聚焦嚟嘅。咁啊，尤其是咧今年大家知道啦，得翻一個杯賽，咁啊四強咧另一邊就已經定咗啦，冇得踢啦。咁啊，李文就已經係自動進入決賽，咁到底邊隊同李文爭冠軍呢？就睇呢場四強。咁所以琴日咧有千幾人睇咧，其實大家都預計之中嘅。因為始終咧，佢係本身係預定喺小西灣踢。咁我同你都討論過，你如果小西灣踢咧，應該四分一人到啦。我諗少四分一定係剩翻四。唔係，琴日千五啊嘛，千六啊嘛，當佢咁你四得翻四分，咪四百咯。即係少剩翻四分一。翻工日期喎，仲係平日。係。因為你即係我諗，大家知道小西灣嗰個地理位置，大家都明㗎啦，即係都唔使講啦。咁啊，呢場開心嘅，所以喺旺角場踢，即係千五人添喎，有一千五百五啊七，係啊，1500。57，咁啊，我开波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讲下两队嗰个出场嘅布阵先啦。咁啊，你见到其实咧，东方都系贯彻啦。其实呢两三场波咧都系轮换为主啊。咁尤其是咧，大家知道佢哋喺复赛之前就签咗道道啦。咁其实咧，见到佢呢两场波咧都刻意咧去揾道道拍唔同嘅人。咁啊，上一场波咧佢就拍住呢个基顿嘅，今场咧就收起基顿就拍住艾华度。咁啊，佢好明显就想俾佢多啲默契同隊友啦，因為始終道道咧佢都熟悉香港波，但係應該同佢哋嘅合作，除艾華道可能好啲，基頓就應該唔係好熟嘅。其實應該之前有冇合作過的？呢場咧，其實東方同埋傑志都係同上場精英杯最尾嗰輪相比咧，有五個變動嘅。咁所以其實你話都係嗰句噶啦，頭先我都講啊，即係雖然話就壞四強啦，咁但係論我都認同某啲傑志球迷賽後所講咧，就係、是、話哇咁、那個決心啊！是啊，即係個決心同埋嗰個焦點，因為係我明白，即係好多主力收起咗啦，咁啊畢竟都叫頭一場杯賽嘅四強啦，咁係咪好似有啲那個咧？咁但係喺我心目中，我覺得始終呢個係講緊一個好理性嘅球隊管理，落到場咧，咁梗係要搏到盡啦。咁但係，作為一個教練或者佢哋教練團隊咧，喺球員狀態嘅管理，喺面對住賽程密集上面嘅取捨咧，絕對係要有一定嘅考量，即係唔能夠喺一場重要性相對冇咁低嘅，相對嚟冇咁高嘅賽事咧，去有啲咩球員受，知唔知有啲咩球員嘅受傷啦？因為咁，所以你話，但係當然你話係咪精鋭盡出，然後贏波冇人傷咁樣？呢啲冇人知噶嘛，係冇錯。咁但係要權衡個輕重，即係東方嗰邊咧，就平時你見到常規嘅，譬如阿輝啊、利馬、霆鋒、阿邦呢幾個阿堅 Sir 比較好多時咧，啲好重要嘅比賽都會出嘅。今場都係後備啦，鄭亮冇落過場啦。咁至於傑志方面咧，就其實賽前咧，我就預計啊，會唔會今場？琴日都同阿市長有傾過啦，會唔會一場出阿棒，一場出阿橋啦？啊，又唔係喎，咁啊，可能都真係太少比賽啦，都希望個正選籠可以即係叫 keep 好嗰個好嘅狀態，繼續迎接。咁呢場波佢都係出翻阿棒嘅。咁啊，你見到咧後防咧，其實就今場波佢就揾第一場落場啦，即係啱啱新鮮翻嚟，係啦，羅伯圖咁啊，正選拍住博俊炯啦。咁啊，好有趣，我同阿 Patrick 咧，即係喺呢個傑志後備席嗰度咧，就特別留意住佢哋啊！佢哋咧有時一兩下，即係可能即係大哥到場啊！即係始終羅伯圖喺香港足球可能即係球員打滾耐啦，咁啊有啲地位啦，咁啊佢見到朴俊炯嗰時踢得一兩下飲水 break 嗰陣時咧，即係係啦，表現唔係咁穩定嘅時候咧，飲水嘅時候咧，除咗即係韓國籍教練咧，佢有教路金東俊有教路之外咧，咁我見到羅伯圖都好講幾句啦。咁樣講完之後咧，到羅伯圖咧又指手指腳嗱，咁樣應該我同你點樣拍啊，咁至 OK 啊嘛。係啊，咁啊今場波咧就除咗羅伯圖之外，當然就阿智啦，即係高盈智啦。咁啊，今季都係第一場真係叫正選落場啦。咁啊，佢咧就應該係踢喺四個後衞嘅前面啦，即係可能係中場防守嘅第一個屏障啦。佢就同阿楊兩個又企喺嗰個位置嗰度嘅。咁啊，反而咧就企嘅位咧就比阿巴拉克咧就後一格嘅。咁啊，
類似阿巴拉克踢一個類似進攻中場咁上下啦，即係中前面第一點進攻全員啦。咁反而咧就呢場波咧，我就覺得阿加維蘭咧就真係踢得比較靜啲。咁可能始終上半場或者成個喺佢換出場之前嗰、那個嘅傑志嗰個進攻嗰個表現都唔係太理想啦。佢輸即係都冇乜輸送俾到加維蘭啊。嗱，佢又踢咗踢線，佢又踢咗半場咯，下半場換三件。咁佢基本上咧就係背住個波踢，即係佢冇乜機會轉身。係。咁咧，我喺個球場同阿市長都多次提，哇！呢場波你要揀一個傑志嘅 MOM， 可能係阿楊，即係跑動最多就係阿黃楊大哥，即係年紀比較大嗰、那個，佢嘅活力可能仲好過啲後生仔，即係佢先佢琴日阿楊先係精英喎嚇。係啊，琴日佢 cover 嘅跑步係好多，落腳啊嗰啲都 OK 啊。咁啊，所以就當然啦，即係大家見到個戰情都知道，其實成場波嗰個戰情咧，大家睇得好小心，真係我自己 mark 低咧，第一個盜肉嘅攻門咧，就係、是、上半場嘅28分鐘，當時就係新組喺禁區邊嗰度起腳，好似個粒石。咁俾阿棒都夹得好靚啦，飞身夠佢底线。咁啊，咁但係呢就7分钟之后呢就35分钟就新组入个罚球。咁但係呢呢个波呢新组呢个罚球固然就射得靚啦。咁但係我特别想提呢就係琴日都同两位拍档都有讨论过，其实喺个罚球发生之前呢，其实呢呢、這、一个接触点呢其实就好細嘅。咁当时係咩事呢？其实都系一个自由球，喺禁区三闸线到一个自由球。咁当时呢交上去呢呢、這個盧卡斯咧背住個龍門，咁其實咧大家都鬥得位嘅啫。咁啊，佢可能咧調翻轉咧，如果似個睇個慢鏡咧，即係犯規嗰個咧，似盧卡斯仲多啲添，掹嚟掹去咁啊，壓住後邊嘅羅伯圖。咁但係咧，阿羅伯圖冇乜點樣動作嘅，咁啊，盧卡斯就跌低咗，咁啊，球就出去罰球。其實咧，我睇翻個片重播咧，即係當時喺球場，我覺得好似冇乜動作。我翻到去睇翻呢個 payback 咧，陣間更覺得阿羅伯圖基本上係冇掂過佢，佢嗌低跟住跌低咗，球證就吹罰咗。我又表態啦。For me, it's too soft. It's not a free kick. 咁嘅你知，因為咁香港球證好多時都係咁，一跌就吹啊嘛，啲人係喺攞波前咧，羅伯圖有少少拉一拉啦。咁但係大家都有拉，係啊，大家又互掹。咁但係到盧卡斯接應到嗰個傳送嘅時候，其實咁樣跌咧 ，For me, it's too soft. 不過對於我嚟講，盧卡斯係 heavy 嘛。但係又咁講，傑志喺防守呢個罰球咧，我覺得人場，琴日都同兩位即係交流過，人場嗰度我係有啲失望，即係唔好話失望，即係我成日講話，即係細節防守死球呢啲都係細節位嚟啊嘛。個細節就係、是、係、那個波新組鋸過人場喺黃振鵬冇守到嗰個位入咧。嗱，通常如果個罰球真係射得好靚啊，球速好快啊，咁樣咁黃振鵬救唔到。合理嘅，因為佢係守緊大位嗰邊啊嘛。咁、如果射咗去大位嗰邊，而黃振鵬救唔到，咁黃振鵬梗係要咩禍啦？正如東方嗰邊曾文輝其實上年前年都輸好多一啲大位嘅罰球啦。咁但係呢個波其實人場嗰五個人嘅人場咧，冇乜邊個係跳起，最多都係趌一趌只腳，賴一賴咁樣。即係你嫌佢哋唔跳懶得滯。因為嗱我自己咧，我自己睇波，如果我係做人場嗰個咧。我一定会跳，咁但系当然啊，近年咧好多情况就系、是、哇，有个人场下，即系有啲球员咧就选择射地波嘛，咁你就会话喂，如果射地波咁啊点啊，咁咪碌过咗人场咁喺地底喺地下贴住草皮入噶咯，咁咪搵个人摊喺地下。试过啦，李文都试过搵个球员瞓喺地下噶、啊。但系喺我嗰、那个即系呢个失波。鋸過人牆，即係嗰個高度咧、我覺得人牆其實如果跳起嘅話咧，係、有權可以阻擋得到。呢啲就係細節位咯、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罰球固然本身係唔係一個罰球咧，我自己覺得唔係啦。咁、但係輸咗罰球，你嘅應對人牆嗰度咧，我就唔係幾滿意。咁其實你見到以上半場嚟計啦，即係我哋都數過第一個攻勢已經係28分鐘，其實真係。大家嘅攻門係寥寥可數嘅，所以其實係緊張多過好睇刺激嘅、即係基本上係張力好夠，係啦，即係大家好有大戰嗰個氣氛，即係你見到佢哋東結嗰啲球迷啲氣氛仲好過場裏面嘅，其實嚇咁啊，所以咧其實東方都係叫靠住一個機會，咁你都要讚下新組嘅把握能力啦。咁其實上半場
兩個有威脅的埋門，他都可以把握到一個入球的機會，咁啊領先咗上半場啦。咁其實去到下半場咧，你大家見到傑志唔係話唔想撳掣，唔係唔想去反攻嘅，係啦。如果唔係，佢就唔會換安永佳出嚟啦。咁大家見到啊，安永佳出到嚟咧，咁亦都係同樣啦，因為嗰個輸送欠奉。咁所以見到其實佢能夠可以做到嘅嘢真係好少，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安永佳呢類型嘅前鋒，佢唔係話我攞住個波，你一個人就去搞曬成個後防。咁尤其是面對住對面咧幾碌撐喺度咧，基本上呢樣嘢唔太可能嘅事嚟嘅。咁啊，即係東方嗰啲後防嘅級數都有翻咁上下啦。咁就算 even 你對住艾華道或者道道嘅話，你都唔係咁易過到去。咁阿安永佳亦都唔係一個人去扭十個，佢唔係以前我哋嘅足球先生，即係阿伊高沙托尼嗰只。咁就算你俾伊高都未必做到啦，喺一個咁嘅情況。咁所以其實下半場咧，其實個戰情分別唔算好大。咁換咗幾個人出嚟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尤其是喺巴爾南未出嚟之前咧，其實個戰情嘅分別唔係好大嘅。不過我諗傑志球迷覺得失望都係合理嘅，因為事實上真係有廿分鐘時間係打多一個，而未能夠製造到太多有威脅嘅埋門啦。冇錯啦，咁我哋講下嗰、那個即係、就是、打多個嗰個情況啦。咁當時係73分鐘咧，就係、是啱啱其實阿巴爾拿咧，即係大家好期待，我就特別期待，因為對咗上一場波我冇現場睇，咁我好希望現場睇下巴爾拿係唔係即係對唔對版啦，因為其實佢第一場波對飛馬嘅時候咧，大家對佢評價都唔錯嘅，即係都話佢一夫當關啊，又話飛馬啲人過去唔到，咁睇下究竟表現係咪預期中咧？咁其實佢落場咧，其實都未掂個波咧，就已經發生件事喎。咁啊當時咧就其實咧就係、是、東方嘅進攻嘅三閘線嘅時候咧，咁啊艾華道咧就攞住個波。阿華頓攞住個波，咁其實咧佢又過咗巴爾拿嘅，咁其實巴爾拿咧就可能個動作就唔係太好睇啦，其實都係拉一拉佢，咁但係佢一跌落地下嘅時候咧，就雙腳朝天，即係唔知係咪睇得多咧？阿華頓跌咗落地下之後雙腳朝天，其實即係我哋唔知係咪睇得睇到足球小將啊，即係嗰個立法兄弟咪好中意咁樣掗個球員，佢就真係咁樣啦，總之係兩隻腳一齊咧就掗落巴爾拿嗰度，咁其實咧我當時咧睇，哇！一睇就知道，哎死啦！呢、這個紅牌走唔甩啦。同埋咧，係艾華道咧，艾華頓咧就抽水嘅，即係咁。我後面睇翻到屋企睇翻個 payback 咧，就係、是、刻意報復咯，就唔係抽水咁簡單。即係仲要咧，當時咧佢好得意嘅，因為球證咧好近佢哋兩個。咁啊，事發現場咧，球證睇得好清楚。咁佢係點咧？佢係一掗一跌咗落地，佢就一腳掗咗落去，兩隻腳一齊掗咗落巴爾拿嗰度。佢一掗完阿巴爾拿之後咧，佢第一時間佢唔係睇阿巴爾拿，佢係望一望個球證。咦，球證啤住我，跟住又即刻拗痛啊！啊，唔知即系呢个就好明显系一个演员嘅咁、其实即系呢球波就咁啊引发咗啦。咁然之后阿巴尔拿都好醒吓，咁然之后咧球证就俾一个黄牌佢，然后咧就同一时间又俾一个红牌，直接赶艾华顿出场。跟住巴尔拿即刻起翻身。系，其实咧就。巴爾拿咧，唔知我諗兩位都應該聽我講過啦，就係、是、都好難。佢喺西甲咧，叫曾經有兩季，我冇記錯，兩季係黃牌，達到雙位數嘅。咁除咗話本身佢嘅踢法有啲惹火油物 feel 之餘咧，就係佢好多對住一個進攻球員咧，對住對面嘅進攻球員咧，即係艾華頓咁樣，可能即係有好多呢啲 nickling 嘅少少嘅犯規啦嚇，即係少少踢腳啊、踢腳尾啊，或者即係撞下你啊咁樣，所以。艾华顿呢下咧，梗系揸唔落啦，因为红牌系非常之合理。咁但系对于一个进攻球员，如果即系佢开行推步咁样踩右去，而面对住对方防守球员，可能撞一撞你嗰啲跨一撞你咧，佢落地呢下有少少，佢如果谂错咗，就可能好似艾华顿咁样啦，掗咗落去，咁结果就会衍生到呢张红牌啦。咁但系就大家要见到，即系巴尔拿。我又唔可以話好失望嘅，咁但係始終俾佢表演自己嘅時間太短啦，都係廿零分鐘啦。咁佢唯一嘅貢獻就係令到艾華頓賴咗嘢出咗場。咁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經驗嚟嘅，即係除咗艾華頓嘅不智之外咧，本身都有啲燥底其實。即係佢本身嘅不智，即係叫抵死之外咧，其實都要講下，即係好似巴爾拿呢啲球員，佢就醒目咯。即係我叫我陰你，我都要識得點樣陰。即係佢有啲唔係嘅，可能我一批踢完佢起翻身想還拖嘅，咁你咪自己蝕底咯。即係其實好多球員都會有啲咁嘅情況嘅。不過有個畫面都令我幾印象深刻嘅，喺直播信號就睇唔到嘅。咁但係其實就係74分25秒咧。咁巴爾拿出到嚟之後，其實佢喺大約喺。進攻的禁區頂附近呢就跟身後在中線附近的黃楊呢就交路
哇！你諗下，邊個夠膽同黃楊教路先？即係佢教黃楊，佢教黃楊路，係啦。因為其實你睇翻年紀，冇記錯，巴爾拿八九後啦，咁啊，黃楊係八三後，西六年。咁但係球場不嬲，我哋都唔會話論資排輩啊嘛。咁但係作為球隊嘅隊長，嗰幕好好深刻，因為你諗住喂。而家陣中除咗我諗阿彭之外啦，其他有邊個講英文喎、啊？咁阿彭一向都係講英文嘅，但係好講得好過廣東話。流利個廣東話，即係 by the way 呢個題外話，你繼續補習咗啊！即係我意思就係、你唔會見到好多球員會提同阿大哥提搶呢啲唔計，但係講一個教路咁嘅指手畫腳喎。咁但係好清楚見到嗰下咧，巴爾拿出到嚟咧，真係指揮，即係好似指揮交通咁樣。所以這個呢個咧，即係長遠嚟㗎，大家如果有機會入現場睇、直播上路睇唔到嘅。現場睇可能先睇到，話時話仲有一樣嘢喎。頭先嗰個罰球咧，即係新組入嗰個罰球咧，我諗翻今朝再做功課再睇多次精華片段嗰陣時咧，其實官方網站係冇影翻嗰個罰球之前嗰個犯規，係因為可能有相確餘地。係啊，因為嗱，通常我哋剪輯做即係剪精華嘅時候咧，冇理由一個咁關鍵嘅判決啊，引申到罰球。嗰下係冇 playback 俾大家睇，咁、所以呢、這個即係你知啦，瓜田李下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就呢、這個我諗有關方面就考慮一下啦。嗰、那個紅牌咧一俾完之後，我就特別留意住即係傑志嗰班球迷嗰度啦，咁又見到阿俊流好開心咁樣一路喺度歡送啊阿華頓一路係咁送到個底線，幾多人歡送佢喎、幾個球迷一齊咁啊！其實我覺得踢即係睇比賽咧，即係。呢啲氣氛咧係好應該要有嘅，是大戰咧先至有嗰種氣氛。即係啱啱喺廿八區嘛，佢仲要係行翻出去嗰邊出去，咁啊一定要人好好熱烈咁歡迎佢噶啦。咁啊，阿市長特別咧就琴日咧同我講一個畫面咧，叫我提即係提翻咧就係阿唐文啊。係上半場咧，佢一下跌落地，即係大家知道咧，即係阿唐文折啲咧，好個頭好重要噶嘛。真係會喺節目度講啊！咁啊，即係佢咧就當時。我哋之前咧就離遠望到啊，唐文就焦頭喎咁樣，一向都焦頭至上場咁樣。佢好似幾隻，佢好似好多種唔同焦頭，但多數都有焦頭。你下次做你個節目嘅時候，你問下，你問下佢焦邊隻頭最中意，定係咪真係有幾隻焦頭？係嘛 ，all black 啊 ，side black 啊，我唔知啊。係啦，咁點解令到市長特別深刻咧？咁就係佢有一個攔截就跌咗落地下，跌到地下，咦？啲頭髮飛嚟飛去，一路飛嘅頭髮。系啦，即系唔系定咗唔喐噶喎？哦，唔系头发，即系唔系谢德谦嗰只啦。系啊，喂，头发长可能头发长，你啊搞到一跌落地难。喂，但系你平时见到佢嘅头发唔喐噶嘛？即系佢你唔跌，你见唔到佢头发喐。我知点解九疏战阵，你都好耐冇喺球场，即系准备焦头落球场。系啦，咁啊，即系呢啲系花边嘢，同大家吹下水啦。咁啊，但系同埋就系、是另外就講下場邊啦，即係大家可能我之前都有睇你另外嘅節目都有提過，啊點解呢排唔見啊麥柏倫咧？咁我琴晚就喺觀眾席見到佢嚟睇波嘅，咁啊即係同大家講咧，麥主教練咧翻到嚟香港噶啦。喂，我喺入場飛馬都喺度，係咩？係啊，有喺度噶啦。上場對飛馬，哦，我又冇入場，我冇入場啦，因為我咁啱咧，我入場前填嗰個體温表咧，唔係體温表嗰個叫咩表啊？申報表咧，填申報表嗰陣時，佢咁啱就係喺我隔離，跟住我仲同佢講：，Did you just come back from Finland？ 咁樣咧，類似啦，跟住同佢 say 個 hi， 打下招呼啦，跟住佢同你講話：，我想著飛馬就已經喺度噶啦，你見到真係唔好意思啊！呢鑊嘢真係，因為本身諗住2021年第一個訪問就係訪問佢嘅，咁嗰陣時即係同足總溝通之下咧，佢又未翻到嚟啊，原來應該都係翻嚟一個禮拜到啫。講真，咁好啦，咁啊，即係點都好啦，咁啊，即係其實見到下半場傑志係都唔可以話佢係純粹係試陣嘅，其實叫做可能喺個輪換上面都有好多考慮。大家見到賽後訪問嘅時候，朱 Sir 都有講過，其實呢樣嘢唔係話啲球員覺得 OK， 下一場就可以繼續踢嘅，始終佢都要衡量翻嗰個排陣啊，下一場波再對住邊隊啊，即係作為教練好多呢啲考慮就唔係外間諗得咁簡單。即係譬如話，哇呢場係咪好似啲傑迷講話話災難式排陣咧？咁其實可能要兼顧嘢都唔少啦。雖然即係大家當作為球迷嘅，咁梗係希望作為班霸，梗係攞曬所有冠軍一個不留啊嘛。一向都好理性。咁啊，但係就即係始終都要兼顧，你仲要諗下嚟緊唔止呢個本地賽事咁簡單，佢仲要
打亞冠啦。咁所以諗嘅嘢一定唔止咁短嘅。咁所以其實你話呢場波下半場佢都係有心後尾換咗基爾頓出嚟，咁其實對個戰情咧影響就唔算好大，因為始終當時咧東方咧到七十幾分鐘開始打小國，其實都縮後咗，咁都。叫做其實個威脅都不算很大，因為始終叫做不是話可以打機咁樣，唔話你想谷就可以做到。不過我想提一提就係桂蘭道係出場，咁係第一次賭過雙向。係咪林欣許都係第一次賭過？林欣許我唔記得係咪咧？代表東方第一次賭過對傑超，係係。咁啊，佢哋兩個喺林元祥都爭啲一齊合作做咗個入球啦，爭啲。不過林欣許就射唔入啦，咁樣。咁啊，點都好啦，咁啊，叫東方都叫做順利打入咗呢一個唯一一項嘅杯賽決賽。咁將會咧睇翻賽程咧，就係嚟緊嘅四月七號咧，就會係上呢場精英杯嘅決賽。咁啊，應該就係、是、應該係噶啦，唔係應該啦，就係、是、鐵定咗就係會對李文啦。加保險費㗎，係啦，有俾錢嘅嚇。咁啊，啲賽事我哋講到呢度，咁我哋講下賽程啦。尋日咧，足總咧就喺佢哋嘅網站啦，亦都發咗俾傳媒，就係嚟緊咧，除咗二月尾之外，喺三月開始去到季尾嘅賽程都出曬啦。咁、其實咧就賽程咧就今次咧個安排比較簡單啦，因為佢剩翻聯賽同埋一場精英杯決賽，咁基本上賽程就係以聯賽為主。咁同大家講下啦，咁其實個賽程咧應該咧就喺呢一個。兩周嘅即係叫兩循環聯賽咧，就會去到今年嘅5月16號就會打曬兩彎嘅比賽啦，叫做咁到時咧就會定出咗邊四隊踢呢個爭標同埋互級組，咁休息一個禮拜之後咧就會喺5月22號咧就會進行噶啦，咁啊今年嘅殺科日咧就會去到6月27號，哇！即係呢一個賽程咧真係～我印象中咧，以往應該五月尾已經打埋足總杯就已經收裂嘅啦。咁啊，五月廿七號係嗰啲亞協啊嚇嗰啲。係啦，咁啊，今年嘅亞洲賽咧，同大家講下啦。咁特別咧就係4月份咧就開始已經打呢個亞冠嘅賽。咁五月咧就會係打亞協分組賽。咁但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咧，而家我哋三隊香港代表嘅球隊都申請緊喺香港主辦啦。咁所以其實大家見到咧，足總喺安排賽程當中咧，亦都留翻呢啲嘅比賽日咧係冇安排本地賽事嘅。咁即係話咧。預計咗就算可能係有得舉辦就踢啦，冇得舉辦嘅，咁你都要預翻個賽期俾嗰隊球隊去作客或者去第二度比賽，咁所以其實就更加唔會。咁但係咧以我嘅估計咧，其實香港啊應該舉辦到或者叫做主辦到呢一個分組賽嘅機會都唔低嘅，因為咧。首先就係得香港呢幾隊波自己申請啦，即係其他嘅參賽球隊都冇話要申請。咁啊，其次咧就係足總編賽程咧，如果一下子申辦唔到咧，其實都幾頭痕，因為點解咧？佢仲要俾翻呢三隊嘅作客球隊去外地嘅隔離。咁啊，一來一回咧，隨成個月，咁咧呢個比賽可能會再一次改動得幾勁添。咁啊，喺賽程方面咧，我就特別留意到啦。咁叫做因為停咗三個月啦，咁其實都要追翻好多嘅時間。咁啊，由而家打到三月開始咧，其實三四月特別呢兩個月咧就非常之密嘅。即係作為球迷咧，就呢段時間你唔使驚係啦，唔使驚冇波睇，亦都唔使驚啲賽程咧唔會睇完呢隊又會對翻嗰隊啦，實會啦。咁啊，大家琴晚睇咗東結大戰啦，咁我睇到賽程咧嚟緊嘅3月10號就會係聯賽嘅第一循環對戰，3月19號咧就會踢第二循環。咁即係話咧喺嚟緊個七日裏面咧，你就會見到東結再對多兩次嘅。咁啊，即係我聽阿房中咧，佢喺另外節目都有提。过啦，即系今年得八队咧，呢啲咁嘅对战咧在所难免。咁啊，亦都系因为今年冇咗两个杯啫。如果你打埋银牌足总杯呢一个戏码咧，可能你睇季内可能六七场波随时都唔出奇。但系你塞唔到入去啊嘛，赛程系咁啊，所以就你见到咧，而家你见到个赛程咁密，你就明点解银牌同足总杯要取消啊？因為大家知道復賽之後有機會係閉門，咁所以咧足總就會用之前咧 FIFA 咧贊助俾佢哋，或者叫做資助啦，唔係贊助，資助金俾佢有幾百萬的資助金咧，就其中一部分就撥咗落嚟做呢個直播賽事，就要嚟補貼翻啲球迷唔能夠親身入場睇波嘅解你相思之苦啦，咁講啦嚇，咁但係因為咧，而家咧，因為個比賽叫做 back to normal 啦，即係叫去翻正常，咁變咗咧就喺嚟緊三月份開始嘅聯賽咧，尤其是聯賽啦，咁其實就大家就唔好預計咧場場波都有直播啦，要睇咧就真係要去現場睇。咁暫時咧，我睇到足總安排嘅賽程咧，
暫時確定咗會係俾錢喺主場度做直播咧，就係、是、東方同李文呢兩隊。如果你上租咗網頁，你會特別見到咧，係佢哋兩隊球隊嘅比賽咧，你就見到有個黃色嘅 banner 就會有寫住東方免費直播。咁其他球隊係咪唔播咧？唔係，不過可能未傾掂。咁大家知道啦，可能有時啲球隊都要因應啲比賽嘅進程啊。呢場波可能又會可能啊，大頭哥又會同佢哋傾下，喂，不如播多場啦咁樣。咁啊，你都要時間傾一傾嘅。需要時間啦。咁暫時就係東方李文呢兩隊啦。咁但今冇 Weekend 係冇直播。冇錯啦。咁啊，二月嘅直播已經完曬，即係今個禮拜六日咧，即使。因為今個禮拜開翻第三輪嘅聯賽，唔係錯啦，即係四場波都係冇。係啦，即係如果真係打到四場波嚇，啊不過咁喎，費費五月十五號咧就南區對進鋒嗰場咧都零零四四有個黃色 banner 面直播啊，嗰場就唔知係咪即係講緊頭先你講第一二得、第一階段、首階段可能。完之前咁樣啦，嗰啲賽事啦，同埋就以我所知咧，就係、是、其實咧八隊球隊咧係有個 commitment 嘅，應該咧就係每一季裏邊咧係最少要一場幫襯佢直播嘅指定場，指定即係可能係可能你譬如你當進鋒咁樣，可能佢星衣主場，咁你最少都要安排一場直播咯，即係你揀一場你自己中意嘅主場，咁啊另外咧就見到咧，其實依家喺呢一個賽程裏面咧，我就特別都會留意到啦。咁其實咧仲有一個叫做咧國際足協嘅FIFA 嘅日子嚟嘅，咁就係五月嘅三十一號至到六月十五號呢段期間，即係有差唔多兩個禮拜嘅。咁啊，唔知足香足總會唔會之前我哋咪話三月咪改期嘅係嘛？即係香港隊嘅賽事，咁啊。希望咧喺嗰段時間，我哋真係可以如期舉行啦。咁我哋可以真係有機會可以睇到香港隊比賽啦。因為大家真係唔好講餓波，餓香港隊都餓咗好耐。即係啱啱早幾個月出咗新嘅香港隊波衫，有好多球迷都等緊著住件波衫嚟睇波啊嘛。係啊，哇！即係要講緊等八個月先有機會可以。不過其實好快嘅時間，你唔覺？你唔覺今年啲疫情咧？我覺得對上十年都過得好快。係。系啦，即系我唔够你讲。咁啊，所以咧，即系你见到个赛程咧，就开快车啦。即系香港就唔似英超咁样有圣诞快车。咁啊，呢期咧因为疫情之下咧，香港都有港超快车啊。周中波都多。周中波系啦。咁啊，三四月咧就特别密。咁去到五月几六月睇翻赛程咧，就会疏落啲，因为要就翻香港队比赛啦，又要打翻亚冠亚协啦。咁所以就去到嗰段时间咧就会少啲。呢段时间咧就系大家睇波嘅黄金时间啦。咁我哋都希望真系唔好再停啦，即系顺顺利利踢晒佢。咁啊，特別要提下主場啦。咁啊，琴日都同亞視長都有傾過。咦，如果你睇波，你就小心啲去睇，留意下你嘅外隊嘅賽程，係啦。喺邊度踢？即係咧，其實因為而家疫情關係啦，咁其實你嘅外隊嘅主場就喺嗰年咧，其實足總就偏弱。咁但係咧，其實喺疫情之下咧，未必每一場波你自己嘅主場，你嘅捧嘅球隊嘅主場都喺翻主場踢嘅。咁啊，所以特別要留意，可能個別啦，可能我睇個行程裏邊有幾場波都係去咗唔係你自己原本主場嗰度去踢嘅。你譬如流浪啦，流浪我見到原本係火山道啦，佢哋個主場。係啊，佢但係譬如深水埗啊，或者即係講緊係咯，深水埗同埋旺角場都有佢哋嘅主場賽事咯。有釜山道嘅，但係唔係場，唔係場場。係咯，同埋你見到冇咗香港仔運動場。有，不過就唔係好多場有。咁啊，譬如愉園都會有一場波喺旺角主場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你問我咧，其實因為依段時間咧，佢有今年就定咗增標咗護級組啦。咁相對咧，其實嗰個刺激性咧，就未必話場場波都好似復賽之前咁，即係講緊上一年嘅復賽之前咁倒肉，即係話場場啲決賽就關乎嗰、那個冠軍形勢就未必嘅。咁啊，始終大家去到嗰個 zoom 就喺最尾個彎先定生死啦，咁樣啦。咁啊，今集咧我哋就多謝阿房上嚟做嘉賓啦，多謝你邀請。好，咁我哋咧今集講到呢度，下個禮拜再見。好，拜拜。